哎呦，不可能啦，小憨啊！你没有男朋友？你骗我？怎么可能？哇塞，太正了吧！好正哦！你注意看我的手指头。天哪！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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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，你发誓这个是你，我发誓。哎，有啦，轮部那个轮廓有点像，轮部真的是他哎。哈，但你瘦下来之后，你以前的男朋友没有回来的吗？有啊，是吗？你好正点哎，真的很正哎。各位各位，而且他的三围吓死人，你自己感受一下。你感受不到你的三围吗？你怎么好像就是没有瘦到？哎哎，真的。你是要看信箱的、啊？没有，我想说好深哦、啊。我想说你口水擦的，整坨喷出来。我太好深了，减肥后的困扰，买衣服变贵了，很容易受伤。怎么说？就有时候可能轻轻一撞就 OK。嗯，对、啊欸、我也是哎、欸，这是因为减肥过度吗？可能，有可能哎、欸。哦，对。好处是什么？好处哦，就是。买保养品可以用久一点，因为他脸变比较小了。好处、哦、好过分哦！好处应该是伙食费变省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你有节制你的饮食吗？没有。我、哦、就最讨厌这种人，怎么吃都不会胖。可能有时候就是可能今天可能吃比较好一点，可能就觉得哎、欸、今天吃多了，那可能两天就可能想要吃少一点。不是你也瘦得太漂亮了吧？你瘦得很均匀。对呀、啊，又不是说哪里模特的身材。你在拍哪里？真的软软，我讨厌这单元哦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是啊。而且他有一个怪癖，他喜欢闻汽油的怪味道。你在那边打工吗？燃烧汽油的味道。我跟你讲一个我同学真人真事的故事。什么？你那个习惯要改掉。我那同学喜欢闻那种汽油排气，闻加油，然后呢喷出来的味道。嗯。后来他过世了。是闻那个啊？没有啊，他是闻那个、啊。后来他闻嘛，有一次因为就嗡嗡嗡嗡嗡，不过这一次哦，车子是倒车。我应该在车底，你应该开过去，把我念得碎兮兮。哎，有押韵吗？去兮，还不错。后来有啊，就唱了这首歌，所以你小心， okay. 你闻的是。汽油是机油啊！他说他每次加油的时候都紧盯着加油孔，很香哎，不觉得吗？不觉得，我还好哎。哎呦，那个闻香的是会怪怪的，搞不好闻了之后才变这样。真的吗？那我要试试看。哎，你不要乱讲，今天晚上加油站排满了，就每个人的，然后每一个都没人了，还为了这个打架，我先滚，我先。那今天怎么猜呢？各位猜猜看。他们五位当中谁减最多？公斤数最多，这个一定蛮多，这个一定蛮多。好，这是一号香银减肥前后的模样，是不是差很多呢？他究竟少了几公斤啊？一起猜猜看吧。哦 ，Number One， 我一号是辣妹哦。她是模特的身材，对，真的，而且她很高。嗯 ，OK， 九折。我也觉得是一号，因为你看他最顺眼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游戏规则要弄清楚了，韩国人听不懂。对，不是选出你喜欢你今晚要跟谁，不是哦，没有，我用我专业的想法，然后我看他国内的专业色狼只剩下一点了。哎，家庭。我也觉得是一号、啊、真的、哦、因为他感觉跟对啊照片跟现在差很多哦。啊 OK 男权妈妈，觉得应该是一号也是一号。来宾猜测结果认为一号四号有可能减重最多，究竟是哪位呢？赶紧看看答案揭晓吧。好 OK 来哎，一号请告诉我们你的体重是多少？现在体重吗？现在48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48 kilometer, 48公斤。以前几公斤？几公斤？几？哎啊，是太多了。72公斤。那还要48，72减48，完了，最难减的。这个是多少啊？78减，72减48，24。24。24。
一个小孩的重量哎，好可怕哦！天哪，哎，能减掉半具尸体啊！真的哎，半具尸体。来，好，直接第二号来，请问阁下现在是？哦，就是认识的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哎呀，真是美女了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也要谢谢我们演员，还有我们。